你别笑，要做一个专业的演员吗？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。喝药药，不吃药药，吃绿绿。我王子就饿死，不会吃你们一点东西。爸爸的，你别笑，我爱你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Johnny, Johnny. Yes, Papa. Eating sugar. No, Papa. Telling lies. No, Papa. Open wide. The auditions. 谁非不用花钱呐、啊？你们这些混蛋！支付宝到账500,000元。Karma's a bitch.哎呀！这是什么造型啊 ？Damn, it feels good to be a gangster. 来，我们来复习一下昨天的知识。嗯，二位同学，嗯啊，读一下。哎，这咋读啊？这拍死他！你别笑。这个呢？这爱过你，你别笑。那这个呢？啊，这俺必胜。那你再把这些组起来，造个句子。一只有雄心的害虫在救护车上灌醉了痛苦的我，我真是个天才。为了公司的利益。你们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，爸爸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，为了公司的利益，牺牲个人才是成功之道，爸爸。可是我们两个都是男人啊！哎，老板，我给你洗了个梨。七段呢？我问你个问题哈。嗯？自来水能直接喝吗？能直接喝吗？不能啊。没洗过的梨能直接吃吗？能吃吗？不能啊。那为什么用自来水洗过的梨就可以直接吃了呢？为什么呢？嗯，阿伟，哎，来了，老板奖励你一个梨。哇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天让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。感觉像仿佛转弯也是哦，他是谁？一本傻逼，都是来了酷酷的。你们大大太阳，你不夜吗？夜啊，夜不夜？夜，夜不夜？放我这里，放我就揍你！你的名字是？莫库拉达弗拉伊亚托给我口给尤嘎路卡伊玛托给诺。什么？就是。Thank you.
最后转眼的原因吧。手脚冰冷，头晕发热，气虚血弱，有时候蹲下来再站起来还会头晕呢。喝药药，不吃药药，喝药药，不吃药药。棒棒棒贝卓，噔噔哒啦哒啦噔，哒啦哒啦噔噔，哒啦哒啦噔。棒棒棒贝卓，棒棒棒贝卓。鸠摩智。你在中原兴风作浪，掀起无数的争端，乔某也很想见见你，那就要看看阁下有多少斤两了。有一斤多的。我想该是时候我们来一场较量了。还不是时候。为什么？不中听的话你想不想听？说吧。你每次过弯都很不自然，你不觉得吗？虽然你这辆 GTR 的马力很大，不过车头很重，你斗不过我的 FC 的。我信你个鬼。你别管我是谁，我们能够在茫茫人海中相识也算是一种缘分。我和你有缘啊，我和你有份，有缘分的人才爱。阿伟已经死了。他怎么死的？被我打死的。我不信。那你想怎么着啊？我要帮他报仇。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这你别笑。作业转眼的原因吗？吃啊，快吃！你不吃猫能好吗？你不吃鼻子能黑吗？哎，厂长，我有办法。太太，你妈妈笑一个。快吃！快嚼吧，吃吧。作业转眼的原因吗？你别笑。作业转眼的原因吗？作业的原因吗？
给你家狗带坏了，角度不对。这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You're